家好，我是二C班的同學。我們在9月30號的日子參加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，那個活動的名字叫做奇樂迎中秋。在那個活動裡面，我們服務了老人家，表演給老人家看，還有送了禮物給老人家。參加那個活動的目的，我們就是想陪老人家過一個開開心心的中秋節。現在有請我們的同學分享他當日的感受。我覺得今次的活動很有意義，因為可以跟老人家一起過到這個中秋節。我見到他們的笑容令我感到很滿足，和很值得去為他們而努力。還記得在練習的時候，同學之間還有很多摩擦，不過為了他們，我們都一直很用心地去準備表演，讓我們最好的一面去給他們看。所以無論成功背後有什麼困難，有什麼阻滯，亦無損我們班的表現和心情，亦都令我們知道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的道理。做人處事的態度亦都是這樣。我很開心可以參加這一次的義工服務，在這一次服務當中可以跟老人家互動，跟他們度過了一個難忘的中秋節。不過想起當日我們辛苦地練習，當時亦都想過放棄，好彩嗰陣時有同學的努力同埋老師們的支持，令我哋順利咁完成咗呢一個節目。而且經過呢一次後，我哋同同學之間嘅感情亦都增進咗好多。我亦都希望學校可以加多啲同老人家活動嘅活動。我覺得呢次嘅活動好有意義，因為由練習到表演，令我學到一啲嘅道理。記得由一開始揀歌到練習，我哋都係有被逼嘅感覺。我同同學都係咁埋怨，到咗表演嗰一日，我哋都係覺得冇咗一日嘅假期。不過到咗表演嘅嗰一刻，見到老人家嘅喜悦同埋笑容，同埋聽到佢哋嘅掌聲，我哋都好落力同埋認真咁樣表演埋佢，出嚟嘅感覺都係好好嘅。我覺得又開心又滿足。這個就是別人說的施比受更有福了。喂，慧南師妹啊，你去到哪裡啊？志敬師兄，我嚟緊噶啦，你等多一陣啦。哦，咁你快啲嚟咯噃，我等你啊。佢嚟緊啦。喂，慧南，唔好走住，去邊啊？我約咗人。係啊，你上次嗰個測驗好似唔係好好喎，不如咁啦，同你補習啦，好冇？唔好餓啦，為咗自己好，跟我嚟啦，去補習啦，好冇？好啦。慧南師妹嚟啦。师弟，你做咩喺科技大学出现啊？咦，蔡师兄，原来你喺我读噶？系啊，我喺科技大学嘅工程学院读紧 Year One。一场嚟到，不如我带你参观下科技大学啦。嚟到香港科技大学，第一个感觉就梗系想快啲中学毕业嚟呢度读书啦。唔讲你唔知啊，原来神魔之塔嗰两个创办人就系喺科技大学毕业噶啦。而其他出名的校友還有貝德峰的吳中權主席、導演張堅庭、藝人胡杏兒，還有我們數學科的孫巧玲老師。香港科技大學在1991年成立，坐落在人傑地靈
背山面海的清水湾半岛上面，学习环境非常之优美噶。咁嚟到科技大学就梗系有我哋最出名的商学院啦、工程学院啦、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学院啦，同埋就系有我哋嘅理学院嘅。香港科技大学成立咗短短25年，在教学和研究成就已经誉满全球，更成为了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。而在2017 QS 全球年轻大学排行榜中，科技大学更位列在全球第二位，是我们亚洲一所的顶尖学府。学校除了有先进的教学大楼和体育馆等等的设施之外，还有背山面海的学生宿舍，真是令人好想即刻成为科技大学的学生啊。挂名科技大学，啲嘢梗系好科技嘅啦！嚟，3、2、1。究竟人生可以读到几多间大学呢？我自己都唔知道。但系如果有一日，我都可以好似五育毕业嘅蔡云新师兄咁嚟到科技大学读书，真系令我不枉此生啊！梦想真系付出努力先可以达到，先可以成功。咁各位同学，今日我嘅介绍都到呢一度啦。我哋下一次再去其他大学啦，约定你啦。其实由我中四开始，我就以科技大学嘅工程学院为我嘅目标，而我定立咗目标之后，我就为我嘅公开试努力准备。所以各位师弟师妹，你哋定立咗目标之后，你哋都可以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。其实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多谢我嘅母校五育中学。特別是校長和任教我的老師，多謝你們這麼多年來對我的栽培，我會好好珍惜在科技大學讀書的日子，多謝你們。老婆，东东，老婆，你这个星期日有什么做啊？这个礼拜日好像没有。这个星期日我们一起去做义工啊。去哪里啊？做什么啊？去探访老人院，跟公公婆婆玩下游戏或者聊下天。哦。东东，原来我今个星期五唔得啊！我约咗啲朋友一齐去沙滩执垃圾。哦。啊，你估如果叫埋老人院啲公公婆婆去执垃圾得唔得啊？嗱，吓，唔系啩？咁都得。这个星期天，我们一起去当社会志愿服务者吧。去哪儿做什么呢？去安老院探访，跟里面的老爷爷老奶奶玩游戏或聊天。这个星期不行，我约了朋友去海滩捡垃圾。